狗身上有螨虫怎么办？怎么治疗狗螨虫？平时我们如果不注重小狗的体表卫生，螨虫就很容易找上门来，造成抓痒、脱毛，非常难堪。那么对于螨虫，我们有哪一些事情可以做预防，又有哪一些事情是可以帮助它们治疗的呢？一起去看一看。在预防上面，注重卫生，勤洗澡，少去一些寄生虫比较多，比如像灌木丛、草丛这样的地方，往往我们会非常有效地去预防螨虫的滋生。如果得了螨虫，治疗的方法和原则相对也是简单的，杀螨。临床上我们会选用体外的洗剂或者是喷剂，更有效的，我们现在有注射剂和口服用药，都可以有效地去解决螨虫这样的问题。但是治疗螨虫上，大家要保有耐心，一般要持续3到4周以上。小贴士，从预防狗狗螨虫上面，还是要勤洗澡。治疗上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体外喷剂、洗剂，更有效的是注射剂和口服用药。治疗螨虫上，大家要保有耐性，一般要持续3到4周以上。